那你要来研究一下，我们先。哇，今天这样子，感觉不错。我们很快就开始了，再给到我们一点时间啊！哎呦，对对对，我们久久不见的，久久不见的单身帅哥回来了，回国吃饭，回国吃饭去了啊！嗯，哎呦，再看一下，好，我们当然还有几分钟就开始了，八点了吧？还没有几分钟，一分钟，嗯。你的水不热吗？我觉得好像很热。没有，我本来里面有凉水。Hi Sam， 你好，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了，所以马上对不对？赶快准备一集，对不对？满足一下我们，满足一下我们 Sam 想看的想法，真的真的啊。对。0.25，可能涨了0.25。不是啊，我明天加息的事情，不晓得明天怎么样。赌顿饭吧。OK， 好，那个，好，我们谢谢大家，我们就是八点了，我们也准时开始吧。那我们就久违不见的 Nick， 嗨，专业嘉宾又回来了，回国了，回国了两个多月啊。回来两个多月，然后我们专业嘉宾又回来了。那我们今天就以比较，终于可以用那种很闲聊的方式来做这个节目，因为其实，其实我们一直在做节目，还是哎，你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说一下回国的事情这样的？回国就是这一次运气也比较好，然后那个，回国的时候正好不用隔离哦，不用隔离哦，对，哦、这样差很多的很多时间玩。对对对，然后。主要是好久没回去过年了嘛，陪陪父母什么的。过年，原来幸福是一种感觉。对对对，就陪伴都是一种幸福、啊。然后就出去啊、旅游了一下。哦，旅游了一下。对，去那个澳门啊，啊，深圳啊，珠海。喜欢去潇洒了一圈回来，没有陪父母去哦，陪父母去吃饭，对，见见、应该是家里人，尽尽孝道。是的，是的，对，好，那我们还是，啊，我们经历过了这么多，两个多月的 holiday， 近两个月的 holiday， 其实也是应该有很多的沉淀。那我们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这是 Nick 又，这怎么叫，有强势回归，对对，就强势回归哈。好，那我们来直接讲讲我们房市啊，73集，其实这是第三年了，其实我们在做这节目已经第三年，其实可能。在不同的频道啊，已经或者是不同的地方，我们就是这种第三年做的事情。那我们想跟大家讲一下，谢谢大家支持了，真的是有我们这些观众朋友持续在看，然后我们真的是有海外的朋友也是很相信，真的、哦、不要怀疑，就是看我们的频道呢，从海外飞过来这边买房子，买完之后再托付我们帮忙管理这样。所以呢，真的是我们非常非常的谢谢观众朋友的信任，真的就是看我们节目就买房子，然后我们还帮他租了一个很不错的价格，我也觉得很不错。那谢谢，我们还是大家再谢谢一次哈。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嘛？我觉得最近能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我们来问一下最近我们强势回归的帅哥 Nick， 单身的帅哥 Nick。好 ，OK， 那个，对，很多人就问我 ，Vincent， 纽西兰房市怎么样？值不值得下？不是下海，我值不值得下去买这样子？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如果你能把贷款这部分解决，或者说你有现金的话，是一个比较不错买的时候，确实是。
贷款跟现金。嗯，嗯对对，就是说你能贷到现金流的部分，第一个贷到款的部分。然后呢，你又有些人是现金比较充足嘛？是是，现金比较充足。那你觉得现在如果以贷款跟现金的部分，就是能借到钱的就值得去买，有没有什么物件？我帮观众朋友问你，有什么物件你会推荐？就是说，如果年代贷款，你会推荐我们的观众朋友买什么样的一个物件是比较适合的？其实现在我们经过这段时间，我刚回来的，跟就是说，因为现在市场变了嘛，嗯，好，那现在这种市场情况让我们观察下来，就是跟一些买家什么都聊了以后，嗯 嗯，其实他们更倾向于可以买一些带地的房子，带地的房子，对，哪怕比较小，带地的房子是，但是钱不够怎么办？嗯，我也想买带地的，但钱不够多，我只有80万。现在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只能买一些比较不错的联排，比较不错的，相对比较不错的，就是设计啊各方面。嗯，因为以前的价格的话，会比现在要高个，我觉得应该是在20%-25%。你说低还是高？以前的价格，以前的价格，等于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可负担性更高一点，可负担性高很多。嗯，那其实我这边有个建议，其实我们最近遇到很多买家来看我们一些联排的部分啊。嗯，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有个小小的窍门，就是带着爸爸，带着妈妈，带着阿姨，带着男性朋友，带着女性朋友，或带着你的爷爷，带着你的奶奶，都可以来一起看，就说你要买房子哈。我觉得我们真的有客人从625000块，自从带了爸爸妈妈来之后，他的直接战斗力从625000呢直接飙升到67万，目前我们还在跟他沟通中，希望可以上到695000，可以买到一个非常非常 good bargain 的一个房子。所以我就说了嘛，带爸爸妈妈来可能很有效，那或者是带你等等等的亲戚朋友啊，男女朋友啊，如果有用的带来研究一下，其实挺好的。那我们分享一下数据的部分吧，你有没有什么数据分享一下的部分？数据我个人感觉 啊，个人感觉，先讲感觉，先讲感觉，先不看数据，我们不看数据讲感觉，直接看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市场上的情况。我觉得最近上的盘开始多了，这是真的。然后呢，最近我的感觉就是新的那些 auction 的那种盘，或者是新出来的那些盘慢慢开始变多了。4月份就从我们自己公司这边看，就是慢慢变多了，大家开始都冲出来。然后最近的一些拍卖的成功率，我不说所有的公司，至少我们的公司现在成功率变多了，变高了40%多，44%，讲数据了，对，44%的。还有就是每一个拍卖来的 bidder， 我们说就是参与举手的人，应该是就是 overall 就是全国的应该是在 1.4，就是每一个拍卖是 1.4 个人左右，对， 1.4 这是数据啊，对， 1.4 个人平均值，平均值没有 0.4。 然后我们公司这个月应该是每这几个拍卖应该是每个拍卖有三组人平均啊，平均，对对对，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是，然后还有一个房子是地比较大的，在东区，这是我们同事的一个盘，大家都觉得市场就不好，180万-200万，对，最多业主大概想要的价格在200出-220左右。最后440有20多组人举手，OK， 就是20多组人 register 了这一个 auction bidding 啊，然后最后 on the market 以后一直从230万一直飙到400万，然后背后的故事就是400万的时候，那个男业主回去看，哎，我应该买哪条船？对，因为多了180万。对对对，然后从400万开始又一直抢到了460万。对，然后男主人就想，哎，我可以换台法拉利了。这是真的事情哦，这是真实的事情。就是还是想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最近真的我们发现有很多一些比较高端的买家也陆续回笼了，然后都
就真的是陆续回笼，而且从就是200多万的物件，然后可以这样互相竞拍到400多万，所以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的为这个业主非常的开心哈、哦。嗯，从本来退休金有着落之后呢，现在又多了两个玩具，多了一艘船一辆车，对，一艘船。这个其实这个我们就觉得，嗯，好的东西啊，那当然了，说那个房子是一个。其实是一个 lifestyle 的一个 lifestyle block， 大概在9000平左右，没有很大，其实没有很大，房子里面的装修也就是中规中矩的，比较干净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出众的地方，是，只是地比较平而已，在东区那边，对，所以地点还是比较可以一点的，能拍到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还是我个人感觉是最近出的。好的盘太少了，就优质的突然出现了一个那么不错的盘、嗯、大家都去抢了，是的、啊、是这个原因，我觉得那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其实现在优质的物件其实不算很多，对，有些人现在都会觉得啊，市场不是一个好时候，我不应该把我的东西拿出来卖，因为我觉得我卖不上一个很好的价格，但是呢每个人都这么想Oh. 对吧，每个人都这么想以后，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盘，嗯，一个房子，那等待了很久的一些买家就憋不住，都要出手了嘛，就憋不住了，就觉得这性价比还是还有一件事我要说的啊、有一件事要强调，我刚才跟客人在聊，跟客人在聊，对，对，他们说，他们说就是美国出了一个挤兑的事情以后嘛，大家都在问新西兰，是新西兰的银行其实是没有保障的，嗯，但目前这个是没有通过保障，这是真的在新西兰，不过好一点是纽西兰对于这个控管还是相对比美国严格、嗯、对，就是说 我这样说是对的吧，应该是没错的，比美国严格多一点，美国是我记得是25万美金，25万美金，澳洲的银行是10万，就是如果银行跑倒掉，对，你至少保你保险是什么、嗯、好，新西兰其实是没有这个保险的，对，他在2017年其实已经提过，就是做10万的动作，对，但是现在是实质上是没有的，这个保险还是没有，还目前没有通过，这是一个消息，所以、就是、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什么，所以有些人虽然说现在的银行利率比如说是5，对，你存在银行里，但是如果你有太多的钱，就比如你要是20-30万，你存一下、哦，你有太多的钱，你太多钱，你会考虑，你知道吗？所以是不是把它转成物业会更好呢？就是转成物业的安全性是相对高很多，绝对不会像银行突然倒掉，因为最近还出现了一件事情，是让我们觉得很多我们的一些开发商他选择不卖了的原因，就是现在这是为什么开始管物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真的，就是因为现在租房市场太火爆了。哦，真的，两房可以租到600多块哦，650都有人租，都带狗的话。有几个点，第一点就是说开放了以后，现在签证批的很快，哦，很快。然后留学生回来很多 ，working visa 的回来很多。对。然后之前读书读到一半回来的很多。就是说回去没回来的都回来了。对对对对对，说是国内，就是竞争比较激烈，国内有些地方倒闭了以后没有工作的。哦，大学生选择出来深造的很多，哦，硕士生读完来这边念博士的，对，然后所以让我们的 city 的这个公寓的租房瞬间就爆满了，哦，就对，很全部都租出去，很缺，很缺，然后很多那些除了 city 以外的地方，再加上之前洪水，啊，不，洪水这个风暴，风cyclone 的部分，对，暴风雨的暴风雨，那时候我在国内很幸运，但是我在看你们。啊，对，我们很 对心里都是，我心里还在惦记着几只那个马跑来跑去，啊，对对 对，就是百年一遇，百年一遇的，那个话导致了很多房子都是因为老房子，对，老房子的话它在渗水部分没有做好，还有管道比较旧了，旧，然后或者是老的树枝然后没有清楚堵住，真的是这样的，对对对，然后目前也是有这个状态，对对，要去整修啊这些，所以那些业主们都在找房子租6到9个月或者12个月，啊，对，我们要跟各位讲一下，如果你的房子有个300-400万啊或400-500万的，如果你的房子状况不错的话，我们有一个
算是蛮有钱的业主，因为房子被淹了，嗯，他现在就是迫不及待的在找一间房子想要自住，有现金买家。如果你的房子在很漂亮的话，很漂亮的话，钱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哦。那如果你在中区像 Epson Remera Ponson B 的部分的话，如果是很不错的房子，就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有几个现金买家就真的是因为房子被淹了。对，以前是不想到，就是没有想过很平的地哦，没有想过很平的地哦，没有是那种就是我们所说的洼地或者是陷地，没有，真的没有，是一个平地都会被淹，其实是跟一些老区的一些管道有关系。对，而且那树老树盘根那种东西就无法。对啊，所以就是唉，没办法。来，没关系，我们来今天讲了这么多，我们还是跟大家 update， 我跟大家 update 一些数字吧，数据一下好不好？来，我们讲一下，来从 realestate.co.nz 的一个最真实的数据啊、哦，到三月底以前呢，这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啊、哦，这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哦。我们现在有29,284套，嗯，待售物业哈、哦，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就是说，买家的选择特别的多，多到真的是。因为房子现在卖的周期变长了。哎，如果你是卖家，真的听一下哈，真的不要太纠结两三万的。我们有客人纠结20,000块，到现在打电话打2个小时，20,000块还是谈不下来。真的不要太纠结，我的心里在这里跟他喊话。虽然他不看这个节目，哎，不知道他看不看这个节目，录完之后我们转给他哈。如果你真的是差20,000块钱哦，我们都觉得差1-2万，不是说1-2万不多钱，而是说1-2万在整个贷款的高利息的贷款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整个 holding 的成本之下，1-2万真的不是很多，你知道吗？ OK， 好，那为什么要讲这数字呢？这个数字呢，跟去年的三月比起来，总共高了14.1%，这个代表什么？真正的意思，我们解读一下，因为可能听的数字没有概念哦。这代表呢，我们将近多了4,500间的房子哦。从上一年三月份到今年的三月份，我们多了将近4,500间的房子在市场干嘛呢？等着被卖，多出来这么多间，这个是从2015年以来从来没有被打破的记录。你觉得这还会再继续吗？嗯，我个人觉得要看那个利息。明天，哎，对，明天我们纽西兰的央行，对，哎，赌一顿饭，来，我们大家的观众说说看，明天你们觉得是不加呢，还是加25个基点，还是加50个基点呢？那我觉得，你讲一个，让你先讲。我觉得不加。我觉得至少会加25个基点。好 ，OK， 反正就赌一顿饭嘛。如果我们就这样想，就是我个人认为，明天纽西兰还是应该会加一点25个基点，就是0.25%。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我个人的认为是因为，目前纽西兰的物，你也赌不加吗 ？OK， 好 ，very good。好，我个人很认为，那Vincent请我们两个吃饭。如果你他过来的话，我请你也一起吃了。OK， 一起吃啊，那个。因为纽西兰的通货膨胀还是没有受到控制啊，加上我们4月1号又涨到22.75，开什么玩笑啊？开什么国际大玩笑？我们现在的薪水收入虽然不是很高，但是 compare 很多比较相对其他的地方，我们真的物价很高，物价很高哎，薪水不高，物价很高，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有足够的理由需要去让我加个 0.25 去把这个 inflation 的通货膨胀的部分打压一下，因为虽然我可以看到整个生意开始在往下关掉，就是很多生意慢慢要关掉，很多的不景气已经出现了，甚至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观察，车商已经开始降价了，而且降到阿妈都不认识，你知道吗？降到真的是有够低的。我跟各位讲一下哦，我很喜欢，因为大家也知道我的车被淹掉了嘛，好惨，我的车真的被淹掉了，好惨，对，一台蛮贵的车。然后呢，淹掉之后我就看车嘛，我就看 Lexus， 我就看就是那种最新版的那个
那个 RX350 Hybrid 或 RX500H 这样讲，它的名称是这样，13万多、14万多，跟我讲，我觉得老贵的，你知道吗？但是我看特斯拉，我看完特斯拉，我突然觉得 ，Oh my god， 72500块钱，然后加上 Clean Rebate 6800多，一台车就6万多块，我可以买2台 Lexus。请告诉我一个理由，我去买 Lexus 什么？虽然我很喜欢 Lexus， 我开了它5、6年了，6、7年，我很喜欢。但是你知道吗 ？Tesla Model X 哦，是那个尾翼会这样翘起来那个 Model X 哦，就72500多块，还要加你8000多块的 Clean Rebate， 对不对？我说这种东西，而且你开一年还省10000，你这样等于说一年之后的比较性，就是你买了这台车之后，减10000块，省了10000多块。又减了8000多块，算起来你开一年之后代价就50000多块，那划算啊，真的划算。我觉得现在目前车价真的降得也很厉害，也很厉害。我觉得是特斯拉他特意要这样的啊，故意的嘛。那对，所以挺好的啊。我觉得这是，就如果开这些开计程车的朋友啊，送货的朋友以后省得好多，哇，省很多，12块钱可以跑400多公里，10几块钱。一年省一万的话，要省很多钱。对，因为以我来话，你至少一年要省12000至少。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经济的不景气，还 inflation 还是在走的。所以就是说，2.5%其实我觉得，0.25%其实是有这可能性。当然不加，对大家是最好的，因为现在2年的利息本来5.99%是谈得到，现在要涨到最好的6.19%哦，最新的数据，因为银行顶不住了嘛，所以说这个是大家需要值得关注。然后我们再讲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事情，就是目前呢，新的房源呢已经开始巨量的减少，减少了多少呢？减少了就是新的3月份的房源只上了9242套，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跟最低新房源上市的比较呢，总共降了17.7个点。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三月份呢，其实应该上的盘呢，至少还多大概2000多件，因为已经其实步入我们的开始的旺季，从2月份结束之后，但是我们新盘的上市只有9000多件，9242套。这个代表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大家要听清楚。这个讯息就告诉你，开发商不盖了，开发商不卖了。对，是这个是真的是很重要的讯息哦。因为我刚刚上节目前也在跟一个开发商打电话聊天嘛，聊了很久。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所有的开发商大家都牵起手来，手牵手稳住，不卖。其实银行是非常难受的。其实现在很多买家跟开发商的价格其实差的很少、欸，真的很少。就其实呢，很多买家也都说1.8万、2万、5万，不是我们不想给，是银行确实现在卡得很严格，给不了。这是真的。那如果只要有人开始降价卖，降的特别多的卖的话，其实对之前的买家不公平，对整个市场其实也不好。所以说开发商现在选择的就是说很多都选择出租了。这是我们目前收到比较多的 inquiry， 就是请我们帮忙就是出租的事情，就是真的因为现在租金特别好，我很贵，所以能帮他们 两房可以租到600多，可以帮他们 cover 掉他的 mortgage 的话，他可以选择后2年看一下形势。因为他们的理念其实我是比较赞同的。因为为什么？你看利息是很高，对吧？对，但存款利息很高嘛，利息很 高，那对大家都把钱存在银行了，那就等着拿银行的利息。好，那银行如果银行不能把钱贷出去赚那个0%差价的话，差价那哪来的5%给你们呢？对啊，那疯掉了。是，但如果银行没钱，连职工的钱都付不起了，他们会急的。所以到一定的时候，他们会出现一些放水的状态。放水的状态就是说，尽量把我们收进来的，比如说大家都去存钱了，
那把这个钱一定要带出去的，借出去这样，那它的差价就是它要赚的一个差价，一个点，一个点五个点，不然没有这个差价，员工钱付不出去的，怎么再给你们这些5%的利息呢？不可能的。是是是，所以这是目前，所以他们都觉得银行到一定的时候就开始要放了。对，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要讲讲说，目前最大的亮点就是整个市场，就是说只要买家有足够的资金呢，其实在整个市场里面是有很有强力的一个 bargain 的 power， 就是去议价的空间啊。但是遇到开发商成本摆在那里的话，可能这样说，如果你这个房子，请说，这个房子是一个他们买的时候是30万，是啊，市场好的时候是150万，可能现在他们90万会卖你，没关系的，啊、对, 对, 对对对，这些你可以砍一下，没关系，是因为他们买的时候30万，90万他也赚了，所以说他到了要卖的时候进老人院啊或怎么样，他们就是会卖的。哦，真的真的，这是有一个案例啊，对对对，就是其实在公司部，在我们在拍卖的部分，我们发现一点，就是说有一个客人原本要165万的哦，他在当场决定以153万当场拍掉哦，这个房子我都觉得他至少值170万，在即使以现在在 new market。而且又有很多 facility， 我个人心里觉得160几是真的非常合理的价格，但是却以153万卖掉。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跟各位讲说，其实在你买房子的过程里面不要怕拍卖，不要怕拍卖，拍卖有时候反而是好事，是一个好事，我觉得。因为我们帮客人在看房，为什么客人找我们看房，他会想知道说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要卖房，然后知道多少钱。那我们相对我们帮很多客人在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其实跟一些比较合理的中介或者是比较优秀的中介，其实我们是很可以沟通的，所以我们可以相对帮你拿到很多的讯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找我跟要一些报告，譬如说 flooding zone 的报告啊，哎，真的很多人要，那没有问题，我们都很乐意提供。现在更重要了，现在更经过这一次能扛住的都是好对，所以就是很多人在要跟我要 flooding zone 的报告，那我当然很乐意的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那我们在这里为什么就是陆陆续续有不少的朋友找我们帮带他去看房，就好像我之前在脸书分享，就是说我们去看一间600万的房子，那我们目前又有一间1200万的房子出来了，那我觉得我跟 Nick 看一看，我觉得说心里话，我们说他是值的哦。但是我们看完之后，我找不到他的地点和他的景色是地点应该是有的，但是里面的装修可能我觉得他更偏向于个人的喜好，对，就是他这个业主可能会比较喜欢这种古典一点那种 classic， 比较 classic 的。I don't know， 但是而且可能他的家具也是很贵的。但我只是没有觉得它很贵，感受不到1200万的那个味道，真的我感受不到很 luxury， 对，我能感受到它很不错。但是我们知道建筑面积是一个平方米大概是10000多块，然后这个11000它是个700平方米，光盖的房子花了700-800万，所以我说，但我就是没有闻到那个700-800万盖房的感觉哦。然后加上这地总共要买1000多，可能是物价太贵了，现在跟以前的那些豪宅，那以前的那些豪宅盖出来真的是很漂亮，很豪啊，很豪啊。哎，希望，但我们也不，我实在看不到那个亮点在哪，我们没推荐给大家，因为真的是没有看到，真的真的真的。OK， 然后我们讲一下新的 listing 的部分，新的 listing 的部分啊，我们新的 listing 的部分 compare last year 跟今年的比较呢，奥克兰，纯粹奥克兰的部分，我就跟你讲具体奥克兰的数字哦。下降了22.1%，只有3143件，下降跟去年比较，这个都很明显的。刚刚我们在跟大家提到，就是开发商不卖了啊，是啊，原来开发商一出就是7-8个、10个、10几个，对，现在不卖了，对，现在不卖了，真的。所以这个 new leasing 的部分其实很恐怖的哦，因为其实整个纽西兰才卖了，整个 leasing 才2000，9242件，
纯粹是奥克兰就占了大概三分之一多一点点了，三分之一多一点，但是纯粹奥克兰就降了22.1%，这个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就代表很多有能力的人，或者是很多可以 hold 住的开发商，就抱着这种心态，我不卖了，你咬我，对，不卖，真心话不卖。所以我们最近管理出租的部分也开始慢慢变多，都是帮这些开发商把房子看住，等它行情好的时候开始再卖。所以我们在这想跟大家讲说，其实在这一集想跟大家讲的几个重点，就是买家，你身为买家的亮点是存在的，因为开发商愿意让利。但作为一个卖家的角色，我们也给一个中肯的建议，如果 hold 得住就出租呗。我这样讲会不会没生意做？也不是，也不是哈，你必须要卖还是要卖？对，有时候讲一些中肯的。那我觉得你就算一笔账。对，算一笔账怎么算？就是你觉得，哎呦，兄弟好 ，even， 哎呦，很 even， 我们的业主，哎 ，hello， 对，其实你就算一笔账，就是你要看一个趋势，就是你觉得在将来的一到两年里面，你这个房子，我后的话，成本和我能赚回来的钱。是一样吗？对，这 holding 成本其实有点偏高。你如果说我租出去一年，是我的租金收入是三万，嗯，或者四万，是，我的 holding cost 3万-4万差不多打平，我可以去赌一赌啊，赌一赌那个趋势啊、嗯。如果我租金三万，我 holding cost 5万，那我交 mortgage 要交5万，我的 holding cost 就是2万。那我就赌，我就说，如果我一年以后能多卖个三万吗？或者是啊，对，如果你不一定觉得你一年以后能多卖这个钱，当然你就还不如拿着钱去买点别的。这也还是希望大家会算数学了，因为有时候我们讲给人家听，人家不听嘛，那没关系。那其实这个市场我们看不到目前有反转的迹象哈，那我们看到持平的迹象，或者是一些比较好的Bargain deal 其实出现了，那就好像我们这个很可爱的朋友啊，虽然我还没请你吃到，没有请你吃到真正的吃到饭，因为也忙哈。等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好好试一试，喝一点东西哈。那个，就我举个例子吧，就光我们38号 Peach Square 这个房子的部分，其实它隔一条路在241号 School Road 的房子，慢慢已经开始建成要完工了。那很多客人的购买价就是97，最便宜的买六套也是97万，我没有跟你开玩笑，三房的哈，三房一个车位的，最便宜的购买价97万哈，然后到一些一次买一间的，可能就109万-112万中间哦。其中我认识的一个就是专门帮这个案子管做土木的，他自己都买了一间111万，所以就是说。而且他们要准备建成哦，这很恐怖的事情。那你要这样想一下哦，我们帮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好朋友哈、哦，买了一个这么性价比这么高的一个物件之后，两个车位哦，那再看一下隔一条街就大概两分钟开车的路程，它的价格竟然额外多了二十多万了，就比最便宜的它的额外多了将近十五万的价格，你试想一下。这些买的业主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说一件事，就是说做到这个点上面，我常常说，如果帮你买的这个客人他不愿意去帮你，不是买的客人，帮你买的这个中介不愿意花时间去帮你分析这个房子，请不要找他，好不好？请不要找他。一个会开车带你去看房的中介，这个叫司机。一个愿意陪你去看房给你专业分析的，这叫专业顾问加司机还是司机、啊、但如果自己去的话那当然不是了。所以说很多细节的部分大家还是要认真的感受一下，好不好？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好不好？这真的太重要了。所以说回到我们最原始的说的一个起点，这个节目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买家的亮点在哪里？买家其实真的有很多亮点，特别是在这个时代里面。但是呢，这个亮点是必须要把子弹准备好的。对，
对，所以就是说，在一个目前这种状态里面，我们还想跟各位讲说，杀价可以，但是有很多技巧，很多技巧在后面。那当然，当我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们跟人家讲大实话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接受，总是要被现实狠狠的打了巴掌之后，才说 Vincent， 我应该要听一听你们之前的一些比较专业的意见。但我们没有说我们对，只是因为说大方向的发展，我们看的真的是还蛮清楚的。所以这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还是想跟，不管你是买家或卖家，请一定要听到一些真实的声音。如果你去买这个房子，这一个代理中介跟你说我不知道，你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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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各位讲，不要担心，不要找他先，来找我先，我们帮你查一查。你跟我买，或者我带你去买，我很谢谢你给我生意做。你不跟我买那也没关系，我也谢谢你，起码你看的节目，这是我想说的。我这样讲合理吗？合理，好，合理。 好，那我们在这边，如果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啦，然后呢，我们还有什么数据，我看一下大家可以分享。其实今天最主要就先跟大家聊聊天，分享一下我们最新的数据，然后赌一顿明天的饭对，赌一顿明天的饭对，因为明天是纽西兰央行呢要正式宣布会不会加息或者是不加息，但是我还是坚持我本人的想法，我觉得会 0.25 还是必须加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央行的一个老板的话呢，我觉得我还是会做一个，怎么说呢，我还是认为我还打击一下我们的那通货膨胀。那我们 Nick 的原则就坚持在明天不加息，那即使明天央行加息，银行也不加息这是我觉得的，我觉得银行可能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对，我觉得银行应该不会，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而且他已经赚那么多了嘛。对，他之前的预期的涨幅已经有点过高了。对，而且他其实本身没有涨到那么高，他赚的都是水分。是的，赚的都是水分。我们讲一下，其实 Nick 变瘦了没有了，我回去，我靠，真的变，我回去吃了，胖了两斤。我胖了两斤，那可能胖对的地方，我不知道。那个对，在这里成真管大有没有？不说了，什么东西？单身的朋友的，不要不要不要，没有没有没有，对吗？好了，我们今天其实房产报告第73集啊，那我们今天就大概聊到这里。那至于说我们还有什么一些 update 的事情，我们其实，我觉得下一集我们应该找个一个比较月黑风高，不是月黑风高，找一个比较有感觉的，有荧幕的地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可以大家看一些曲线图啊或者什么，我觉得可能会更适合。那我们研究一下看怎么弄比较适合，好不好？那谢谢大家的时间，那我们专业嘉宾宁蜜又终于回来，哎呀，我妈咪上线了。哎呀，妈咪好啊！人家说伯母好，对不对？对的，好不好？那谢谢你们的时间。那我们也下礼拜二是下礼拜二，下礼拜二你来吗？下礼拜二是没有，就下礼拜一是那个 holiday， 礼拜二不是 holiday， 礼拜二不是 holiday， 对。那节目的尾声就还是跟大家讲，我们下礼拜还是会努力的准备一些比较值得分享的内容。那也是闲话家常的闲话家常的聊一聊，看一下整个趋势的部分。那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最新的动态以及比较好的 deal， 好不好？好的。那谢谢大家的时间，也谢谢我们专业嘉宾 Nick Me 的时间。好，谢谢大家，拜拜。谢谢大家，拜拜，拜拜。